I'll shake.好了，各位一定没有看过医院长什么样子吧？我们先带大家来看一下里面长什么样子啊。我先走右边这道门啊，这个门是可以到哪边啊？哟，这个是医生的休息室吧？我们居然喝起咖啡聊起天来了。后面还有一堆的酒，这是什么？这是麦卡伦吗？还是什么？我的太阳墨镜戴上去眼那个颜色都变了。哇，后面好多酒啊！两位悠闲的医生，好奇这道门后面是什么？诶，桌子不见了，会不会是因为我的啊？我知道了，应该是这模组太大了，然后东西跑不出来吧。Anyway， 反正呢，简单的看一下应该 OK 啦，没有警卫哦。哟，桌子也不见了。Pepsi， 可口可乐贩卖机，还有 Nescafe 咖啡机，还有这个冰块机吧。这个医院非常的东西非常的多。这里应该是检验中心吧，各位老兄。哎呦，桌子都不见了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哎，实际上的图会附在上面，这个桌子也不见了。这个老兄在干嘛？报纸，这个警卫在投贩卖机啊，他的钱币好像卡住了，出不来啊，需要帮他一下吗？算了，自己弄吧。这个小心，然后安全的工作。这个是在医院抽烟啊，这样对吗？这样好像不太合理啊！居然这边抽起烟来了，聊得很开心啊！这个应该是员工的休息室啊。还算合理啊。那如果再放上女生就很怪了。这边是监控的地方哦。OK， 员工餐厅，这个员工居然在地上这边做起了瑜伽起来了。哇，那个冰箱上面都是酒啊！那个酒也真多啊！不要拜我，不要拜我。桌上好多水果，看着好想吃啊！这个应该是仓库，对吧？然后架子不见了，有东西浮在空中。我猜想应该是没有那个 list， 那个物件的 list， 所以东西没有出来。OK， 所以这哦，我直接出来了，这是那个柜台嘛，对不对？是柜台。OK， 老兄在发呆啊。哎，让我想到肯德基爷爷，这位大妈在干什么？然后带大家去看病房啊，然后那个是这算是病房吗？这里空空一物啊，东西没有出来。我猜这里应该是检验室，有仪器的那种的。那个应该是院长的办公室。应该啦，我也不知道。等下那画，这画上面有对应的图案，那是代表什么？左上角那个是兵士、手枪、电脑萤幕，不知道用意
这个，好，拖子也不见了。看一下，打他也没有用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一下，这个应该就是检验中心了。我们看到附图，它实际上是长这样子的啊。然后我们现在模组打开是空的，好，没关系，先这样吧。这是贩卖医院的贩卖部啊，有一些简单的衣服啊、明信片啊、眼镜啊、一些玩具，这边也是空的，为什么？这也是空的，这边应该是病床，因为旁边有轮椅啊。哦，我又进来干什么？出去了。好了，这次我们的医院介绍到这边了 ，OK。我们先带大家看一下这医院实际上长什么样子。首先呢，他把这个医院呢一整层呢放在这整个地图的下方。OK， 它其实是一个模组啊。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墙壁哦，哇哦，是一块一块拼起来的，这好花时间啊。下面是什么？这个是通风管还是？哦，这是柱子，柱子把它变成地板，酷。哇、wow, 花多少时间做啊？一个个拼起来。好，先到这边了，是呀。发呆呀、啊，打爆你！